唱歌。熟一点，然后慢慢往上扔，因为它这个太高。李鹏跟这以前都是机器锅，放白家都被捂了。俺这放白家的还得收一个一个都把捂了，就是费劲买。俺这前几年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收锅。这两年才换这个机器，这捂也不让它快。在俺这收庄稼啊，这老百姓就是不容易，不管是什么啥庄稼，几乎就是都是靠人。这两年还有个三轮车，也变成一都是用牛。一拉排车去地里收的，那是更难往回拉。那道主要是不好走，太难了那道。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还有特色吧，俺这吧就是道还好点，这收庄稼嘛还省劲了。但是俺这没可没给这种这个东西这个花生，像这又种什么红薯，又种这个花生上来的，又芝麻上来的，俺这现在都没有，只有玉米。只要俺妈发面。我把菜整好了，整点这窝窝，整点红豆瓜。姐正好花在家里，姐饿了，说叫俺姥姥、东哥他们都下来，来家里吃个饭来，热闹热闹，聚餐，这叫大家庭聚餐，聚餐是呗？咱那不是啥好地方，都是吃个饭，热热闹闹的是呗？吃点东西我。正好整个一大锅的，是呗？就是。叫我赶紧跑了，咱不会跑的，都有那个兄弟。咱光会跑的，俺那个大脚不会跑的。咱姑打电话了，姑去走会儿了，一会儿走一会儿要过来。结合就是肉包啊，还有那个豆雪梦啊。啊，俺说北北不是在家里吗？啊，也愿意吃这。嗯，弄点豆雪。在家了，愿意给豆点儿，还愿意吃一百不是？就是，你要在那啥，轻易不在大锅。